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广东潜能的这一款最新的72千瓦超高压蒸汽清洗机。那首先可以看到我们这款机器它是由3U6不锈钢外壳组成的，以及它的体积大，是一款重量级的设备。那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控制面板。首先这款机器呢是由西门子进口品牌最新款的一个液晶显示触摸屏来组成的，对，然后旁边呢是我们的红色的一个急停开关，它是可以在机器发生任何突发或者紧急的情况下随时按下停止工作、暂停工作。那下面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个黑色旋钮，它可以调节添加剂的一个剂量，可以随时在机器操作过程中增加或者减少剂量的使用。那黑色的是我们的一个蒸汽调节开关，它可以调节蒸汽的一个干湿度、压力大小以及温度高低。那上面呢是我们的一个报警灯，这个灯呢是在机器发生过压、过热或者缺水的一个状况下，它会亮而且发出警报的声音，提醒我们做出相应的一个措施。那下面给大家打开一下我们机器的外壳，来看一下我们机器的一个内部构造以及我们节能的一个技术所在。好的，打开我们机器的外壳，可以看一下我们机器的内部构造是非常整洁，排列是非常有顺序的。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零配件，主要呢是由大部分的进口配件来组成的。首先是一个西门子的总电源开关，这是一个进口品牌，可以在机器开机之前还有结束工作的时候呢，打开或者关闭，更安全更方便。好的，那上面这一个呢是我们的12路传感器组成，它可以随时监测到每一组数据的一个变化，对应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个接触器，它是由12路控制的，所以它更稳定更精确，以及它是一个进口的施耐德品牌。比起普通的设备是一路控制的话，一路控制的设备呢它的寿命短而且不够精确，那我们采用的这款进口配件的话呢是更有优势的。好的，那这边是我们的一个电路板以及我们机器的一个电脑控制系统，这个是西门子的一个进口品牌，它可以实现一整套机器的一个电脑控制，实现机器的一个数据化。那旁边同样是西门子品牌的一个变频器，它可以调节蒸汽的大小和干湿度，保证机器它可以蒸汽从不饱和蒸汽到饱和蒸汽到过热蒸汽的一个调节过程。那比如不饱和蒸汽呢，它是一个水分大的蒸汽，饱和蒸汽呢它是一个水分低且稳定的蒸汽，过热蒸汽呢它是一个水分干的一个蒸汽。那有这一个进口的变频器呢，它有一个调节的过程是更稳定更便捷的。那看一下我们机器旁边的一个介绍，下面给大家打开一下我们机器旁边的这一个内部结构。可以看一下我们机器内部结构，它是由12路的蒸汽发生器组成的。那每一路的蒸汽发生器，它可以相对应的12路的传感器，所以它使得机器的蒸汽量产气更快、更稳定，而且使用起来是更方便的。对，我们的蒸汽发生器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它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情况更好。那机器的这边呢是我们的压力表，它可以显示随时的一个压力值、压力数据。下面呢是我们蒸汽枪还有管的一个接口，它可以实现单枪操作还有双枪操作，是比较智能的一个设计。那这边是我们的一个进水接口，它可以实现一个自动进水。由蒸汽枪加一段长枪杆组成的，以及连接处是有我们的一个刷头。刷头的话呢，它可以实现工业清洗的时候清洗油污啊，或者油垢啊，或者清洗任何东西的一个独家设计。
那这款工业级的蒸汽枪呢，它是有两个按钮，一个呢是出添加剂按钮，还有一个呢是出蒸汽按钮，可以在机器操作过程呢随时随地控制。好的，给大家打开一下我们机器的这边。这边呢是由蓝色的水箱以及红色的添加剂箱来组成的。那下面的话呢是我们进口的意大利水泵。那这款72千瓦的超高压蒸汽清洗机介绍到这里结束，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其他的一些清洗视频。